为什么会突然你会表现出来吗？以你的性格的话，我小学的时候有过。哎呦哎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个大瓜。那会儿真的就是这不叫恋爱了，那会儿就是小小男孩小女孩，感觉他就是关系很好。对呀，对对呀。是什么感？那你是给他送棒棒糖吗？还是怎么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小学在一起，就是上学，然后出去上课外班，有时候也会一起。所以待在一起的时间会长，对，然后就心里就是小伙伴，小伙伴只要就是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，多美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